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那我们过去的时间里，大家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好像周永康没什么事儿了，那基本就是这么个概念。但是又透过我们一点点的新闻的消息呢，也可以表现出呢，周永康本身的权力呢是有问题了。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讨论就非常多了，所以我现在我们看的场面应该是一个概念，周永康的实权被拿下，但是虚位还在那儿放，这是胡锦涛不想造成十八大前太大的动荡的一种做法，但是周永康会利用自己的虚位和人脉给他添麻烦，这从六月份应该到现在五月下旬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么个现象。可是内部里面呢，又在大范围的削弱政法委系统的权力，为后面铺垫，也就是把政法委系统曾经有的权力呢再往回收。透过地方党代会，我们会看到政法委系统的权力被收回了，或者说被大整顿了。而相应突出的呢，他把公安系统逐渐突出起来，而我们听不到更多的武警的声音。武警是被政法委紧密控制的，这是政法委系统的，但它又独立于公安系统、国安系统，而它呢又是武警又是准军事机构，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是这种错综的概念。我自己提到一个说法，一直讲一个说法呢，就是目前的处理，胡锦涛的这种处理、这种操守呢，他自己同样在吃着哑巴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的事情呢，其实跟他的处理手法是有关系的。完全铲除掉政法委，从这种独裁的体制之下一步一步缓冲的走过来，你比如像缅甸的做法，它就是一个缓冲的走向民主，逐渐弱化独裁体制，那这种做法呢对社会的影响和冲撞呢是最小的，但是呢它会逐渐放松社会的压力。如果想贪婪的还想维持着一党独裁，面对这种开放的社会，整个社会是开放的，人类社会是开放，你却依然采取控制的手段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就是危险，这就是不识天意。开放杂志有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在着重从中共体制政体内部控制的这种体制内部在看待今天现今中国的政治状况，中共高层的打斗的状况。文章题目这么说，专政系统的内部危机。他这里大篇幅的回顾了整个王立军薄熙来的事件，到周永康，到陈光诚啊，这个事件的回顾。实际大家会看到他提到专政系统本身呢，主要提到的是政法委系统，所以我们把前面我们可能会重复过的内容我们都删节，我们跟大家分享他比较独到的，或者说他自己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内容。文章是这么介绍的，所谓专政体制内部的或者说系统内部的这种大削弱呢，主要的关键点在于各地的政法委系统进行大改组，权力被削弱。据北京知情人士说，与目前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激烈化和表面化是直接相关的，这个状况也包括温家宝提出的平反六四、平反法轮功，那所谓四点要求了，四点改革的方向了，我们跟大家早期分享过了。他说这是跟中共权斗有关。温家宝在党内是否要求平反六四不清楚，但是温家宝肯定在中共党内是个温和派。在薄熙来倒台、周永康受牵连之后，中共党内最强硬的鹰派受挫，党内民主派大受鼓舞，再加上十八大新人将上台，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有关政改、六四平反的消息传得特别厉害，比如中共老干部、党史学者辛子陵也告诉朋友说，这个消息是确切的。他说这名知情者跟作者提出，由于目前中共党内各派系都在向外发放着自己的有利的消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王立军、陈光诚事件的发生，周永康政法委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着大改组，士气普遍低落。那这些内容呢，在我们原来的节目当中呢，基本上跟大家分享了。如果这个知情人完全真实知情人哈，那他所说的情况
其实跟我们当时分析的情况基本差不多。而我们现在走过来也看出来是这么个场面。那过去的这一个半月，这前后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的呢，应该是胡锦涛想维护这个场面，所以做事情出现了缩手缩脚，甚至就是软了巴搭，该干的事没干，出现了这种场面，给我们外面的人看起来是很混乱，没有头绪。同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温家宝自身的没有太多的讲话，而温家宝最近的讲话集中精力讲在是在经济层面上，包括国务院，包括这个央行两次降息，这都我都提到了。其实中国的经济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而温家宝在两会期间自己也承认，2012年的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前所未有的糟糕，一旦经济崩溃，整个就完蛋。所以他想缓冲经济可能给国内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中共内部权力的斗争，中国人都懂得，中共内部权力的斗争的这种残酷性，这种改变方向性，可能远远大于经济本身的冲突，所以大家的注意力自然在那面。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温家宝更多的精力呢，是在试图把经济下滑、整体大的糟糕的未来，尽可能降到最低点。他在做这方面努力，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胡锦涛不再谈到政改问题，而是在谈到经济问题。文章紧接着讲说，中共媒体证实，负责处理陈光诚事件的山东政法委书记柏济民已于5月29号被解除省常委的职务。那近日，全国各地的政法委书记大换班，各地政法委的权力被这个降级。他说，广东最为突出，省市县重组当中，一改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的惯例，现在公安局长都由副市长兼任，而党委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多个地方的原政法委书记也不再是省委的常委，政法委书记反而是由原来非政法委系统的官员来担任。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政法委书记不作为一个独立的职务，在政治局在他们的各省地区的常委当中占有一位，他们都是由兼任政法委书记还存在，但是呢是由省里面的其他班子本身的人担当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由这样的人去担当的，而公安局局长本身呢，也有的是进入到常委，有的不进入到常委，或者有的跟副省长连在一起，这就变成了这个系统本身被弱化，系统就是原来的政法委系统的官员的身份跟地方的官员的本身的人融合在一起，这就完全改变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也就是把政法委系统的本身的职权，他从原来从周永康一直下到县一级的政法委书记的这一套系统呢，给打弱了，给他地方化了，打散了，这是我们看到他弱化的一个直接表现。甚至一些政法委书记呢，他原来根本没有在政法委系统有任何背景，这样就把他的原来机构打散了，也就是周永康现在成了虚职了。紧接着文章里他提到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公安系统士气低落，怕当替罪羊，这是肯定的。他说政法委系统大地震，搞得整个系统内部人心惶惶，思想混乱，士气低落。最明显的就是许多监视异议人士的政治警察、国保们无心值守，上班偷懒。一名北京异议人士说，他发现监视他的国保上班时睡觉，对他监视无精打采，而国保对被监视者的态度也变得温和了许多。一位异议人士认为，政法委系统本身的低层的警察现在吃不准上面到底在干嘛，怕自己不小心成了替罪羊，尤其是王立军事件对整个公安系统的打击极大，很多人感到寒心，现在执行上面命令要三思而行，为自己留后路。大家记得陈光诚这件事情呢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析过，我说我搞不懂了，陈光诚、胡佳、高志胜，这是最开始出来维权，为他人维权而使得自己处于被迫害的境地，而不得不为自己维权，他们也是
原来的周永康和这个罗干所营造起来的血债帮政法委系统当初最下力最卖力的地方。可是呢，陈光诚跑出来在外面转了好几天，还跟这个胡佳见了面，俩人还聊了天，还拍了录像带，没人知道，怎么可能呢？但事实是这样。然后他自己再跑到，再跟美国领馆联系，再跑到美国领馆。我记得我们当时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分析过，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当初我提到说，这是周永康完全政法委系统丧失了他真正的实权，而底下人根本不干活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屈指可数的全国就这么几个最有名的被监视的人嘛，对吧？他们的去留，他们的所言所为，那是对整个全球影响都很大。所以这是我们当时提到，大家想想那是什么时候，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就知道实际真正周永康的权力被减弱了。而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呢，确实在担心，为自己原来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因为一旦有什么事情改动的话，警察国宝下手的人一定是被杀的人，替死鬼。而香港媒体也提到说，李旺洋被自杀这件事情，邵阳市公安局局长李小奎随即就担忧自己会成为替罪羊。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一再跟大家分析过，邵阳市公安局局长怕成替罪羊，而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本顺是原来的邵阳市的市委书记，所以以这样的官职，系统内部的官职，周本顺去压李小奎，也就是邵阳市公安局局长李小奎，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要他在这个体制内，压他很自然。而周永康去责令周本顺做什么的话，比如说李旺洋被自杀的话，那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作为周本顺跳过李小奎找他邵阳市里面的具体的警察去做什么事情的话，易如反掌。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湖南省委书记不买账周强，所以对李旺洋的调查至今没有结束，而我们也没有看到李旺洋的妹妹和妹夫被放出来。另外他提到一点，就是公安的高官呢被美国联邦情报局呢招募了，这就证明周永康彻底完蛋了。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里里外外公安和国安以及外交人员呢大概300多人，所以西方认为这一次间谍案可能是导致周永康大权旁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所以他紧接着讲说，虽然周永康一直有亮相视察外地或者会见外宾，但北京的消息明确指周永康已经完蛋了，现在多少时间都在称自己有病，已经基本不到中央政法大楼去主持事务了，日常工作是由孟建柱和王乐泉负责，周永康可以说已经大权旁落，顶着一个中央政法委的书记的虚名只等到18大来退休了。那到现在，这是这篇文章它主要集中说内部出现的状况。那至于会怎么样呢，这文章里也说18大只要没开一天，任何变数都可能存在，骑驴看账门走着瞧。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